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时政座回来，我是蔡小军。交通运输是现代很重要的基础建设，同时也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工程还有规划是交通运输发展重要的保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您邀请到四位专家，带大家来了解基隆的交通建设及规划。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交通处的公共运输科科长曾令伟。主持人好，大家好。令伟科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交通工程科的技正陈思宇。主持人好，观众好。思宇技正好。第三位呢，是我们交通规划科科长林应成。主持人好，大家好。林科长好。第四位呢，是新成立的捷运工程科科长张资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张科长好。要先带大家来看就是其实市长谢国梁上任之后，非常关心我们的通勤族，除了路线的规划之外呢，另外他早上很早的时候也到现场来送暖暖的饮品给在寒冷中等车的通勤民众。基隆冬雨绵绵，加上持续低温，对基隆通勤族来说相当辛苦。因此，基隆市长谢国梁与交通处处长王俊宏特别贴心规划排队的帐篷跟热饮，让通勤族暖心又暖胃。我们之前一直有说要设一个奉热姜茶的地点给我们基隆的通勤朋友。那之前因为设在旅客服务站这边，我希望能够设在户外，这样子视觉上比较明显，然后希望能够改热的姜茶。那今天都算是来完成，所以我来试喝看看。那刚好天气也很冷，我也想来了解一下通勤族朋友上车的一个情况，排队的情况跟雨遮的情形，所以一并过来看。那天气很冷，这个大家上班的确是又湿又冷，很辛苦，希望能够大家多加保暖。那之后我们也会尽快的把城际转运站让它完工，尽快的使用。市长谢国梁也跟交通处长巡视了城际转运站周边，强调最近天后湿冷，提醒民众外出务必添加保暖衣物之外，同时也指示加快城际转运站的启用进度，让市民尽早能有一个舒适的室内通勤候车环境。就是要改善环境，同时也要针对这些通勤的民众做出更好更舒适的方式。当然时间啊，还有运输，还有这些路线的规划，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曾科长。是的，那目前在基隆的话呢，人口是36万人，那其中据调查大概11万人呢都是通勤，每天都要需要往来双北地区的民众，那所以大概占了1/3。那大概有6万人其中是使用大众运输，所以其实在大众运输在对于基隆连外，其实它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运具。那因为这个基隆火车站的周边呢，腹地比较小，所以它的一些公车啊，还有国道客运的停靠的位置呢，非常的复杂，比如说有像港西街啊，或者是像国光站啊，然后还有海洋广场啊，就是复杂到大家可能连外地人自己来第一次来都没办法了解到底要在哪里等车，所以我们呢有盖了这一个城际的转运站，也就是基隆转运站。那我们呢目前在去年12月已经完成了验收合格，那目前2月已经完成点交，那现在正在准备内部的装潢，还有准备要进行一些测试。那测试完成后，预计大概在7月份，有在今年7月份能够正式启用。那届时呢，所有周边的这些比较零散的路线全部都可以集中到转运站里面来等车。那转运站的话，这样子就可以第一个在空间上它就是无缝转乘，就不用像以前你还要在只是撑着雨伞过马路，然后等着对面的再冲到对面的公车站那个拦公车。然后另外的话，在时间上它其实也可以就是你的转乘时间变短，那对于民众其实也是比较的方便。那旧火车站的活化，对不对？对，没有讲。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关于国道客运，有一些我们其实也有考量到一些让民众可以让他节省
就是等车的时间或者是整个通勤的时间的方法，比如说像9026的路线哦，比如它本来是要从头开始一直开到尾巴，然后再上国道一号交流道。那其实在去年5月我们就跟公路局来要求说，是不是能够示范，然后有一部分的路线直接载满了人，然后就直接上国道3号。从大五轮的时候就直接上去，那结果我们发现效果还不错，可以节省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的通勤的时间。那另外的话，我们也有推出这个1815的这一个路线。1815的话呢，全程呢，如果就是从金山会一路的摇到这个基隆的市区才上交流道，那实在距离实在是太远了，对不对？如果而且每一站到底要停多少、留多少的位置，其实都没办法确定。那所以的话，我们就开了这个区间车。那区间车的话，就是从国家新城这一边，然后呢，它就可以直接发车，然后直接把中间这一段最精华的地区，在长庚附近的民众把它载运，马上最快的速度就可以再上高速公路。所以其实从金山方面来的也其实也不一定要留那么多的位置哦，给这个下游的人，所以它基本上对两边都可以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它尖峰时刻就是18分钟就来一班嘛，对不对？嗯，1.5个小时，总共5个班次。对，嗯，那其实还有一班的班次，它只是特别加开区间车，新城开下去，对，这样子才可以赶快把那个人流把它疏解完，这样子，对。那此外的话呢，除了国道客运的部分以外，那其实台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国道客运它的人就是驾驶人，现在大家知道，因为缺工，所以呢人力越来越不足，驾驶员越来越少了，所以国道客运要一直要求他加班，其实加班次其实有点困难。但在这个困难的情况下，可是民众又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就跟台铁来合作。那台铁的话，我们就推出了这个台铁的直达车。台铁的直达车的话呢，就是目前在109次的自强号，109次自强号，它在7:34从基隆发车以后，然后停靠八堵，然后本来是没有停南港，然后直接跳到松山台北，所以它本来是基隆八堵松山台北。那后来我们考量说，因为其实在南港啊，最近几年其实开始发展很快，然后它就是在转成捷运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所以其实我们在观察一般的区间车，在南港车站下车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就是南港站一过，然后可能整个车就空了一半了，对，所以那表示说它南港就有很明显的需求，所以我们就希望跟台铁，那时候是台铁局，那现在是台铁公司，有建议说这一个109次自强号增停南港火车站。那台铁也是愿意这个达成这个，所以在去年3月有开始试办，那4月26号改点的时候有正式纳入，那每天大概有100人左右在使用这一个109次在南港站下车，就大概有估计有100的人次，所以其实算是非常的多，就使用者很多。然后它的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它在八堵到南港其实只要17分钟。然后基隆到南港只要26分钟，其实是相当快，比国道客运上面塞车还要再要快，所以我们还要再推出了这一个接驳车，就是安乐八堵的接驳车。安乐八堵接驳车目前还在就试行当中，那这一是什么是安乐八堵的接驳车呢？其实它就是从国家新城，然后我们大概算好说每天大概尖峰啊，因为很多人都要去台北，那我们要分流，希望他能够可以挪接我们的免费接驳车到八堵火车站，他就可以转乘台铁，然后前往台北地区。所以在这个八堵的安乐八堵接驳车就 piece 了两个班次，那分别是从6:50在国家新城发车和7:05在国家新城发车2个班次，那目前是免费搭乘。那基本上一班次大概有30几人，所以其实算是相当的不错，就是大家其实使用上是非常的踊跃。那其实除了我们接驳我们的这个直达车以外，那它八堵车站所有往台北方向的这个区间车啊、区间快车啊，其实它都可以使用。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一些方式，然后让国道客运的压力不要这么的大。然后大家因为也有1200月票，所以它转乘的压力，它转乘上就不一定要考虑说可能会花更多钱转乘，这样对于民众的使用上相信是非常的便利。是，所以它完全免费。哎，对，到现在都还免费。哎，对，哇，那搭乘人次也蛮多的嘛。哎，对。
好、哦、所以大家要好好运用，就可以看到市府在解决这个通勤拥塞以及要节省大家的通勤时间做了很大的努力，能想到的能解决的都开始在做了。对，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我们的行人友善的部分。行人友善呢，要先带大家来看看哦，就是我们经过骑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那个绿脚鸭子都变大了。走过斑马线进入骑楼，可以看到用来保障行人通行的绿脚鸭图案变大了，路过的民众相当肯定。哎，这样很好啊，很好啊。市政府交通处最近重新完成张贴，变成大一倍的绿脚鸭，要借由醒目的图案来提醒机车族不要占用行人通道，避免受罚。其实在以行人穿越到转角的这个周边，未来也持续会是会这个警方的一个执法的重点哦。那其实目前还是有零星看到有一些车辆会停到骑楼转角，或者是我们有张贴脚丫的这个区域的部分，还是在这里特别有呼吁市民朋友，如果有骑车到这些处所的时候，看到这个脚丫的部分，还是务必要将车辆不能停放在这个地方哦。就是要友善行人嘛，就是从这个硬体设施开始。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应城科长，其实在这部分以人为本的移动城市，市府也考量做了不少。是的，我想，主要是针对我们基隆市每一天大概有平均起来像以112年为例，平均起来每一天有10.3件的事故会发生哈、哦，那。针对这些事件里面，我想我们当汇报各小组都会针对这个降低事故的发生率来做一些改善哈、哦。那首先是在比如说 A1 类的部分哈、哦、A1 类事故的部分，只要有事故发生，我们警察局这边就会召集道安各小组哈、哦，比如说工程小组、监理小组、执法小组跟宣导小组、教育小组这些哈、哦，那去到现场去做会勘，那会勘在现场看当时的事件影响的因素有哪些，哪些可以改善，那做立即的改善哈、哦。那除了这个以外，在一般的事故交通事故里面，每一年在交通部运营所的部分，它会提供我们往年的这一整年的事故的分析资料，那会分析出高风险的路廊跟肇事的形态，建议的改善的方向哈、哦。那我们道安市政府道安各小组的成员就会依照这些建议的路廊跟太阳去做各小组可以改善的努力。好、哦，那比如说我们工程小组的部分。他就会就依照是路段的部分去做，依照是路口的改善计划，好、哦，那做工程方面的努力，那详尽部分我们请基政这边来做说明。是，那我们谈到交通事故后续的这个工程的执行啊，那我们大部分可以大概分成一个行人的部分以及行车的部分、啊、那我们讲行人的部分，那我们市府的交通处呢，也在112年去年的时候，针对一个行人早开的部分，那我们以这个交通号志设施的这个调整来去区隔这个行人灯以及车子的这个实像的分开，让这个行人可以先走个几步。走个5秒，让车子后续在走的时候可以明确的看得到行人，那这行人的视线可以提升，进而减少这个车子不礼让行人的行为，以及车子冲撞到行人的一个状况。那针对这个行人的这个改善的这个措施，我们还有做一些绿色的斑马线，我们就是学术上称之为绿底行穿线。那这个绿色斑马线也是相对上也是让行人走在这个斑马线上，让它的自明性更高。那可能在晚上的时候啊，这个绿色的斑马线，它因为有它这个玻璃珠的这个效果，让这个光线可以反光，让行人走在这个斑马线的时候，晚上它的视线也可以更好，可以更加减少这个事故的发生。那再来第三个部分就是放大型行人灯，那我们同时也是考量了这个行人灯的这个辨识的这个程度啊，那将这个放大型的这个尺寸
加大，那让把这个尺寸加的比以往增加方形增加个5到10公分左右，让这个行人这个辨识行人灯的这个程度可以提升，那让行人可以减少这个闯红灯的这个现象。那我们针对行人这个改善啊，那其实它也是有很多范畴的，也不只是我们刚刚市府在112年所做的行人早开、绿斑马，还有这个放大型行人灯的部分哦。那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蛮大的范畴，就是一个交通临近区、交通行人友善区的一个规划。那这个行人友善区的一个规划，那它相对也是一个可以减少行人事故的一个做法。那它的实际上的做法，大概就是挑选一个住宅区的一个区域去做一个速限的管制，好，以及一些行人这个行走的一个空间的一个保障措施。那这个交通临近区除了这些呢，其实还有依据这个内政部国土署所颁布的一些行人改善原则，其实还有它还有更多的范畴，比如说在这个交通临近区内去抬升这个路口的这个高度，那或者是说运用这个路行，让这个行车的这个轨迹让它走一个蜿蜒的路线，进而达到这个行车速率降低的一个做法，进而去保障行人的安全，让这个路段或者这个区域，如果发生车祸的时候，不至于发生一个 A1 的死亡车祸，或是一个比较轻微的一个事故发生这样子。那行人的部分大概范畴实在也是蛮多的，那大概也是只能大概去提到这些内容啊。那我们可以再讲到这个行车的这个部分哦。那我们市府每年也会针对这个车子的这个事故，每年去筛选的一些我们基隆市里面前几名事故率高的路口，那我们俗称就是刚刚有讲到这个易肇事路口。那我们其实陆陆续续从100几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其实一直陆陆续续都有在挑选这个易肇事路来进行改善。那我们以111年来看，那我们其实挑选的四处路口：仁二 I 一、仁二 I 三，还有仁义 I 三，以及安义西定。那市中心区域。对，市中心区域以及一些部分事故率特别高的一个路口。对对对，那我们刚刚讲的仁二 I 一这些，就是东岸商场这个周边这三个路口，都是在东岸商场的周边。那它车流量其实它算是一个交通的节点，它的这个这几个路口这个区域其实串联的基隆市的三个区，一个是中正区，一个是信义区，然后一个是中山区来的车辆，大部分都会在这里去汇流，那事故率也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高，那实像我们耗资的设计也会相对比较复杂。那我们在112年的时候也是同样挑选了一些路口，那在112年我们在挑选的时候也不意外，那前几名的路口也是在东岸商场周边。那因为这个110年我们的改善已经纳入，那我们同时又挑选了其他路口，例如中山一路或是成功二路等等其他事故率次高的路口。对，那在113年的时候也是相对在挑选的中正路、中传路以及仁义 I 五等等，都是几乎大概坐落在这个市区范围的一个路口，去这些路口去调出它的事故图，然后画出它碰撞构图，然后去追查它的事故的原因，到底是行人的违规造成车子的碰撞，还是说车子的动线，比如说南北向，这个车子左转跟对面的直行来车产生碰撞等等，这个就像是我们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是去看了一下，询问一下你的这个症状如何，那进而去诊断出这个病的原因。那我们易肇事路口大概也是一样的原理，从事故图去看到这个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而改善，然后再来去观察它的事故率有没有下降。那我们这个工程的部分，其实也不止我们交通处针对交通耗资设置来进行改善啊。那我们同时还是也会去配合我们府内的公务处的一些道路工程改善案子，也相对也会一并去执行一些
土木工程的一些设施，进而改善这个交通的事故的防治啊。那例如我们刚刚有讲到土木设施，例如庇护岛、交通庇护岛这个设施，那以及退缩行穿线，以及还有偏心车道的一个做法。那庇护岛，我们讲这个东西，就是在防治说，行人在穿越路口之后没有办法一次穿越，那他可以在这个中间庇护岛的这个范围可以稍作休息，可以做两段式的穿越路口，那进而让行人就是在穿越的时候可以更安全，那让这个行动不方便的长者、高龄者也能够说不用一次这么赶去通过路口，然后可以中间可以稍作休息，进而降低这个高龄者的事故发生了。那退缩行穿线的部分也同时可以让这个行车的轨迹可以拉正之后，在明确的看得到行人通过马路，也不会在行车的动线中不会被 A 柱挡住，然后进而发生事故。那再来偏心车道也同样也是防治事故的一种。哦，那它的主要的原理就是让这个左转的车辆让它有一个安全的空间停等，哦，停等去等对向来车，没有车之后左转。那同时也不会影响到原本的方向的这个直行车去受到阻挡，然后进而产生这个追撞的车祸。那这个道路改善案所配合做的这些东西也都是属于土木工程啊。那府内针对这个交通事故的改善，交通处以及公路处都会一并的来针对这个交通事故工程类型来进行努力。是，哎，真的就可以说是交通的医生，就刚刚说的嘛，就是有哪里有问题就去医哪里，然后从根本上来解决，那这就是达到我们的行人友善的部分。那当然行人友善要带大家来看看哦，其实市府还推了一条导盲行穿线，是位在市区二信循环站前面的绿色斑马线，仔细看中间多出了三条白线，让民众都很好奇。市政府交通处说，这是全市第一条导盲行穿线，三条白线经过特殊的设计，来帮助视障朋友辨认行走动线，安全的通过马路。那其实是市府最近有听到一些视障朋友的反应以及心声啊，那我们就挑选在我们二线循环站，也就是说我们仁和路，就是说这个行穿距离比较长的一个行穿线上，先来做一个所谓的一个贴心示范，然后那这三条的一个白色的一个平行实线，大概范围大概是介于25公分左右，每条的白色实线大概是5公分，那间距大概是间隔5公分，它的那个厚度大概是介于0.4到0.6公分，那方便我们是让民众可以很清楚的来做一个辨识。那我们在我们的一个人行道上面有所谓设置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导盲砖，那我们导引行穿线一定是对准那个两边路侧的一个导盲砖来做一个所谓的一个规划跟画设，那可以很让我们是那个视障的移民众可以清楚的一个做一个导引跟辨识哈。对啊，他们需要人家协助或者是需要拿一个辅助的东西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措施是很不错。对，没错。对啊，基隆应该要多一点这样改善，因为基隆的那个阶梯跟那个路面常常不是很平稳啊，有时候连推婴儿车也不是很方便。对，哦，对对对，对，哎呀，对，还有那个轮椅，对，都不是很方便，所以我觉得这样比较友善一点。那我觉得友善一点，可能对用路人可能会比较好。那当然，相对关心弱势，可能也是对我们整体的提升，市容的提升也是很不错的。对啊，应该也是有多多少少了，我也是前几天才发现的。哦，你等车发现的，哦？没有，我走过来，我这啥，啊？这应该是送给那个导盲的。这真的讲，你现在过去应该靠右边嘛，从那边过来是看右边的，这样就不会乱掉。那，盲人朋友就走中间，就走中间的。对，视障的那些朋友就走中间嘛。那未来我相信，在我们基隆市各个路口，就是说我们视障朋友有需求的一些路口的一个路段，我们都会来着手进行做一个规划跟考量。行人走起来非常的安全。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帮大家省好荷包。市府推出了288，就是在基隆市区你要坐到哪里，只要缴288就随便你坐公车，也获得民众很大的回响。
T-PASS 基隆市288公共运输定期票，又称288月票，是在基隆市内包括公车及台铁都可以使用吃到饱的票券。经过市政府不断推广，相当受到市民欢迎，大约可以省下一半的通勤费用。那我们基隆市推的288定期票目前有12000人使用，那上线两个月来呢广受欢迎，那也平均每个月大概是6000人使用。那大多数的民众呢都是有以这个市区公车为主，大概占90%，那10%的话是使用台铁，那主要能提升的这一个市区公车的运量大概是8%，那其实对于我们大众运输是有所帮助，也可以节省大约一半的荷包。市府交通处表示，288月票从10月16号上线以来，受到市民广大回响。原本预期的目标是每月5000人，在通勤族的踊跃支持下，目前可说超乎预期，达到每月6000人。本来预期大概第一年可以推出大概会达到5000人，所以今年已经达到了我们目前的一个月6000人，其实目标已经达到了。那未来的话可能还会再继续往上成长，预期到明年度的时候可以成长到8000人，甚至还要更高，更多人来使用。基隆市政府交通处长王俊宏表示，基北北桃1200及基隆市288定期票平均为市民省下50%的交通费，为朝向打造交通安全、友善及便捷的方向迈进一大步。这真的非常的省荷包，我们家人都受惠。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曾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民众的回馈。是的，我们在基隆目前有推的有2种的这个定期票，我们来分享大家比较可能比较熟悉的1200定期票。1200定期票的话，就是基北北桃的都会通定期票，它使用范围就是基隆、台北、新北和桃园，那所有在这个范围内的火车，还有国道客运啊、公路客运、市区公车、U-Bike。都可以来利用，那一只要1200元。那所以其实在我们有统计，其实每个月大概平均就是有50万人来购买，在这个都会圈，基北北桃的都会圈有50万人来购买1200的定期票。那其中在基隆部分大概预估有3万人，所以刚刚有提到说通勤人口有6万人，其实有将近有一半的人他其实是有买定期票然后来使用的，所以其实它对于基隆市民荷包相当的省，因为我们也有做问卷啊，还有做一些票证的上下车刷卡的这个大数据分析，那结果发现说其实大概平均在基隆部分的话，大概花费都超过了2400块以上一个月。那其实如果花了1200块，就等于是打对折以下了，就是甚至可能低到4折或甚至3折。它其实每个月可以省下2000元的这一个通勤费，所以那使用者就是非常的满意，对。然后之前也有做满意度调查，也是大概就是说这个政策最好，对，7成到8成的满意度。那此外的话，另外我们也有做这个，因为有做这个上下车刷卡的分析和这一个大数据的资料的处理，那我们也有发现说，其实除了这个1200对外的这个运输以外，在区域内，在基隆的市区内也有另外的一种的这个需求。它的需求的话呢，就是在市区内搭公车啊，它的活动范围其实就只有在基隆市区内，但它其实买不到120，因为1200太贵了，如果对他来讲，他根本就花不到1200块，为什么还要买到1200呢？所以很多人，那我们就开始就是来想说，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造福这一些族群？然后我们就推出了288的定期票，那在10月16号的时候有上路了。那目前到现在5个月以来，大概是2.4万人，那平均一个月大概就是5000人左右。那5000人的话呢，那其实他们每天大概使用的就是次数大概就是2次。上班的时候用2次，下班的时候用2次，所以平均一天大概会用大概30块到60块中间。对，那平均大概也是打5折的状况。所以其实也是造福了许多的民众了。那对于公车市区公车来讲的话，的运量也相对的成长。那我们预计我们的调查的话，公车处的市公车的运量也因此也成长了18%。那其实对于公车其实影响蛮大的，大家在短程的这一些接驳啊，或者是去火车站啊，大概都会开始使用大众运输。那此外，我们也有发现说，那在公车处的这些票证资料发现，定期票的使用者里面使用
288来刷公市区公车，和你使用1200来刷市区公车来比较，其实288的其实比较多，对，所以大家其实就是就喜欢用288，其实它是因为它的目的不一样，所以它最后形成的结果会不一样，就大家就用288来刷这个搭乘我们的这一个市区公车，所以对于市民朋友其实也是非常的便利了。那到底要在哪里买呢？比如说像是这个悠游卡的话，可以在全家便利商店购买。那还有在我们在二区循环站的后方也有设置这个自助的售票机。那此外，在台铁的友人的车站，比如说像基隆、八堵、七堵、百福等站，那其实这一些车站其实也可以来购买。那之后的话，我们也会来看说有没有地方可以来增加据点，然后来增加这个民众的购买的方便性。那其实最后呢，这些 T-Pass 这一些月票啊，主要除了在给予民众这个通勤费的这个节省横包以外，那其实我们也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降低这个私人运具的使用了，对吧？因为私人运具对于就是希望能够多来使用我们大众运输，不管是完全转移到大众运输，或者是一部分的旅次能够转移到大众运输也好，那其实对于这个路上的交通量啊，或者是事故的那个发生真的数量啊，其实对他来讲都会相对的减少，那整体的交通也会更加的顺畅，而且空气也会更好。对，没有错，也就有减碳的效果。对，所以可以看到帮大家省荷包之外，最主要就是还是让这个路况更顺畅，当然就可以降低交通事故。而说到交通事故啊，我们的行人友善再升级，有10个入口，明年就要科技执法，应该就是今年吧，今年就是科技执法，一块来看看。10处将建置科技执法的路口，包括中一路和孝四路口、仁一路和爱六路口、仁一路和流民传路路口、深西路和深澳坑路口、东市街和暖暖街口、光明路和自治街口、信义路和义二路口、麦金路和安乐路二段路口、安一路和西定路口，以及五岭街和基金一路路口，这10处路口都是容易发生车祸的路口。取缔车子未礼让行人的标准，就是车子要和行人之间至少有3根整木的距离。车辆需要礼让行人这个部分，我们非常重视。另外，我们最近也针对了晚上有噪音影响到居民的安宁的时候，我们也在加强执法。但是我们的科技执法在基隆有一些设备会越来越提升。科技执法是比较适合在重要大型的路口，所以我们在10个路口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建立。那当然我们希望驾驶朋友们慢慢内化成他们的一个驾驶文化，要做更多的礼让。另外我们也有义交弟兄们在比较多一些中型或小型的路口也在协助执法维护民众的安全。就是要维护民众的安全，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纪政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 AI 执行在交通的部分还有哪些？是，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交通改善，我们有分成工程、教育、执法还有宣导。那我们刚刚有看到这个执法的部分有升级为 AI 的这个科技指导部分的。那我们其实在工程上也有一些部分也有用到一些 AI 的智慧科技，让我们去防范一些行人事故的发生哦。那我们大概我们做了2个东西啦。那第一个东西大概就是行人违规告警的部分啊。那我们这个行人违规告警呢，主要是来自于一个交通部提供给我们的一个计划。那我们是让我去挑选基隆市里面有哪一些就是行人易肇事率高的路口。那我们可以发现，那时候发现到就是在这个属一这个信二义四的这个路口，还有这个长庚医院就是麦金路的这个圆环路口，它的这个行人事故率特别的高。那我们也找出了它的事故图或者碰撞构图，也去发现说哦，它的行人事故率高是因为它这个行人违规穿越的情形是非常多的。那调阅这个事故图的这个类型，也都是这种未依规定穿越马路，对等等的一个事故类型啊。那我们大概也发现说，哦，这2个路口也同时也有一些路口不对称的一个情形。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说这两个路口，在这个路口的范围它不是正十字的，那它的这个车道出入口范围是在路段中，那很多民众会误认为说，哦，这边有一个出入口，可能是一个路口，又可能可以穿越，那它就是
就直接穿越，但是它是没有斑马线的。那对于这个车子的这个行驶上来说呢，就是很容易会产生这个碰撞。那这个长庚医院的这个路口，那它的状况反而是这个违规穿越的情形比较严重，因为这个穿越路口这个范围反而是很大家赶公车啊。对对对对，反而很短，对面就是公车站。那穿越之后，那因为那边又是很大条的马路啊，那车速往来都很快。那在那边发生事故的这个行人事故，要么就是没有擦撞到，要么就是擦撞到就是死亡事故。对，所以我们挑选了这两个路口去做一个行人违规告警的一个设施。那我们这个行人违规告警的这个设施主要有两个内容啊。那第一个内容，它主要可以侦测这个行人这个过马路的这个侦测的一个机制啊。那它可以在这个摄影机里面辨识出，哦，有一个人在这个号志这个路口的号志红灯的时候，却有人穿越了这个路口。那他就侦测说，哦，这个斑马线的范围，哦，还有不是斑马线的范围，大概长50公尺的这个范围，他可以去侦测到说，哦，欸，前面路口红灯，那为什么还是会有人穿越路口？那他就会搭配一个 CMS， 我们俗称这个资讯可变标志，对，会打在一个荧幕上说，请这个行人不要去违规穿越，并且还会有声音去提醒。对，那我们这个部分的这个设施啊，那我们大概也是在去年的时候设置，然后我们也观察了一年的它的成效。那它的这个行人事故的这个成效其实也真的还蛮明显的，这个行人事故平均可以降低差不多80%，降低83%。那83%是在这个属一的这个路口的这个行人事故的部分啊。那我们迈进路口，我们也观察到大概也有81%的事故下降率。那它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啊，就是说在这个行人穿越路口的时候，它在秒数快要不足的时候，行人如果硬闯路口啊，比如说行人在走这个斑马线的时候，剩下1秒，那有些高龄的长者也想要赶快穿越马路，但是他因为行动不便，没有办法穿越时间足够来穿越这个路口，那他这个系统可以去智慧的去增加他的这个行人秒数，让这个行车的绿灯可以晚点开启。那透过这两个机制呢，其实有效的降低这个路口的这个行人的事故。那这个延长的这个机制啊，大概我们也有观察，大概一天之中可以也大概作动了100多次。对，代表说这个医院这周边这个路口，这个高龄者穿越路口时间不够，这个问题其实还蛮显著的。那代表他作动了很多次这样子。那这个第一个部分的这个 AI 的智慧科技应用，就是在这个行人违规告警。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智慧号控。那我们所谓的智慧号控呢，就是主要就是针对一些车流量，这个车流量在尖离峰时期落差很大的一个路口。那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说，针对这个没有车子的那个方向的一个那个方向的实像，它会去侦测。如果没有车子的时候，它会马上切换到下一个方向的车子的绿灯。那它可以有效的就是让这个路口的这个时间可以有效的分配。那在这个车子很多的那个方向的时候，可以迅速的切换绿灯，并且可以让这个绿灯可以切换的久一点。那再来就是我们也发现说，这样子的智慧号志的这个作动的措施哦，那它每一年可以省下这个205.8万的这个车分钟。那这个205.8万车分钟是什么概念？那我们大概换算之后，我们大概可以算出这个一天之中的这个尖离峰这个时段，它可以作动56次。那每这个56次的这个概念，大概每一次呢都是可以。作动的时候让这个车子多的那个方向可以多疏解10台车。那大概实际上的概念就是每一次的这个实像在走的时候可以节省这个50到100公尺的这个出车空间，哦，让这个拥塞的情形不会这么严重，哦，那这个
主要的这个 AI 的智慧科技，我们主要就是应用到这两块的地方，这样子。是，所以就是行人违规的告警，然后还有及时车流的监测，所以让大家可以行的时候更通顺、更顺畅。那除了这个交通运输的部分之外，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我们的候车亭，跟民众息息相关。一块来看看我们的元大银行任阳信五路的公车候车亭。在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元大银行副董事长周小林、市议员蓝敏煌、服务处主任蓝世昌、中正区港通里长林振宏等人一起揭幕下，位在一一路上，由元大银行和市政府合作认养，崭新的信五路公车候车亭正式启用。这也是全市第二座公司协力认养的候车亭。副市长邱佩玲代表市长谢国良感谢当地中正区港通里长林振宏和市议员蓝敏煌提出结合智慧型公车站牌在这里设置公车候车亭的建议，更感谢元大银行的合作认养设计这个崭新的公车候车亭，融入城市美学，方便在这里搭乘公车的市民好朋友。邱佩玲也预告，接下来还有星宇航空、台旭以及烟酒公司会加入认养公车候车亭的合作计划。未来我们还有星宇航空，还有台旭，还有这个烟酒公司。那我觉得很感激元大，我觉得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坐起来真的非常舒服。你可以想象每一个在等车的人，他们心中的焦虑，或是下大雨刮大风的时候他的不舒服感，但坐这里的位置的舒适度，我相信元大有经过调整，很棒。第二个是我觉得要看一下后面的立体化，可以让我介绍一下这个花。这个花是用立体的设计，应该是这个晚上会有光会出现。那我觉得对基隆来说，基隆的城市美学，它只要多一点亮度，多一点彩度，基隆就多了很多的色彩。这也是谢市长的心愿。当然很谢谢里长跟议员们的争取，也谢谢我们公司的帮忙。希望将来有更多这样的候车亭出现，让来基隆的人感受都很棒。谢谢。元大银行也非常感谢基隆市政府给元大银行这个机会，认养设置一个漂亮、美观又温暖的公车候车亭。我想，元大银行非常感谢基隆市府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一起为基隆市民提供一个漂亮、美观又温暖的候车亭。那未来，我想我们会跟基隆市府这边紧密的合作。那再次代表元大金控、元大银行、元大证券，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给我们协助的这个里长、还有议员、还有市府团队。那谢谢大家，我们一起为活力基隆尽份心力。谢谢大家，谢谢。这座崭新的公车候车亭除了融入元大银行的特色之外，晚上也会亮灯，让整座公车候车亭更加显眼明亮，也增加等候公车民众的安全和安心。另外，副市长邱佩玲也非常感谢中嘉基隆有线电视公司和市政府合作，提出比赛甄选出来的三幅包括色彩屋、和平岛以及市区游轮等基隆观光摄影优秀作品，放置在这座崭新的公车候车亭里面，展现基隆的特色，也行销基隆的观光。这个是我们上次基隆有线电视在地办的得奖作品摄影比赛，我们取其中的三张图，那这三张图其实还有经过色素那个细数的挑选，非常用心，包括颜色的配色，都足以代表基隆的海最有名的海景、山景。山景我不觉得好，海景，这就是山景在这里。它是基隆的特色，那这些图案也是经过市长挑选的，希望把基隆的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就可以看到产官学合作，我们的候车亭真的一个比一个还要漂亮。听说后面还有很多座位，我们要请教郑科长。是的，没有错，这个候车亭的部分啊，因为候车亭除了是遮风避雨，让民众然后乘车然后等候的空间以外，它其实呢也是在这一个城市里面，它位居于市中心，那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关注的焦点。那如果能够透过这个跟企业合作的方法，然后透过企业来认养，然后加以把它包装美化，其实它在城市里面它就其实是一个新亮点。
所以我们在陆续呢有跟这一个由市长和副市长哦的领军，然后呢来找一些民间的企业来认养我们的候车亭，比如说像现在第一座的话就是城隍庙对面的前面的候车亭。那城隍庙前面的候车亭的话，这一个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就说，为什么突然有一个银色的候车亭？然后候车亭上面的话还有一些汽车的一些标示，就是它是跟 Lexus 合作的，那他们就是跟这一个银灰色，就是跟那个汽车的烤漆的颜色，然后相互结合，然后也跟附近的这个环境啊有一相关的考量以后，然后再定稿说，哦，原来要这样子来包装这个候车亭，在这个基隆港的正对面，然后就哦，原来可以跟这个海可以相互呼应，又不会太突兀，那就是第一座，那所以开始就有第二座和第三座，然后也有一些人开始陆续企业就是主动打电话来问说要怎么样来认养来候车亭，所以其实后面排队的还很多。那第二座的话是刚刚这个影片里面提到的元大候车亭，那元大这个是包含我们先把它建起来，然后在外面再做一些包装，比如说它做一些企业的一些小花瓣，其实都很漂亮，虽然是它的企业形象，但是企业形象其实也是可以点缀候车亭的，然后再放一些那个景色，基隆的景色，其实对于在地，其实也是赞赏有加。那所以在今天，就在录影的今天，就是20号的时候呢，在这个真滨渔港有启用了第三座。最近在基隆很那这个脸书啊，大家都在讨论，全部都在讨论，因为还没有启用记者会，就已经被发现了，然后大家都已经被拍照上传，它已经变成这个打卡的景点，就在真滨渔港这彩色屋的对面哦。它其实就是由台旭公司来认养这一个候车亭，那所以它的造型啊，就跟后面，因为它彩色屋，其实它的构想本来就是跟欧美风有关系的嘛，所以在跟欧洲有关系的情况下的话，那它的这个候车亭是用这个热狗汉堡的店的这一个构想去发想了，所以它也是有一点欧式，它其实前后就是有相互呼应的，对，没有错。那此外的话呢，它其实它的灯光其实有特别的设计过，那其实我们一开始有发现它有些有点太亮，在晚上的时候，然后就是有没有委托这个中国文化大学的这一个教授啊，然后景观学系的，只是每天都来看说，这个灯是不是可以更适合周边，然后再不影响交通，不影响附近的，哇，你们还有校正，就是不影响周边的民众的这一个情况下，然后可以让那个景观发挥到最大的效益。那其实它这个候车亭还蛮特别的，其实它除了这个热狗的这个造型以外，它其实如果你有注意的话，它除了面向这个道路这边有这个椅子，那其实背面对这个港哦，面对这个正滨渔港，其实也有椅子，所以它其实一边是给民众候车用的，另外一边买那个热狗，另外一边其实是来看风景啊，然后看夕阳啊，然后它刚好就配着夕阳的颜色，然后其实它是整体的颜色其实都有在考虑过。那我们后续啊，就是除了这三座以外，后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座。那因为就是大家还是拭目以待了，不方便先大家透露，但是大家就没有期待感了。对，在市区啊，在郊区啊都有。那如果你发现突然候车亭开始突然有开始要包起来，开始要施工，那就请拭目以待，它很快就会以最新崭新的面貌来呈现给各位市民朋友看。是，没想到候车亭就是这个城市里面很美丽的一个小风景哦。那当然跟民众息息相关，大家很关心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捷运，我们来看看哦，捷运专案办公室成立喽。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因为基隆没有捷运局或捷运公司，因此在推动基隆捷运方便，市政府计划在交通处内成立一个基隆捷运专案办公室，因此在年中会提出追加预算，他恳请议会能够支持通过。交通处里面的科啊，它有一个交通规划科，那它是做各项的交通规划，包括公车啊、铁路啊、客运啊等等啊，如果还要再专责负责捷运的一个规划，那目前真的是会捉襟见肘，所以最好的方式我们也已经都编列好了，所以可能外界不知道也关心，我们就特别提出来，也请议会的议员拜托支持我们今年年中已经提出的112年追加预算里面的科目，在交通处捷运专案办公室一个这样子的计划，所以本府
真的是有努力的在准备让捷运要进到基隆来，所以我们才要去做很多预算的规划跟调整，包括说把一个原本我们可能会负担到38亿左右的一个这样子的市政大楼预算的一个案子来做一个方向上的调整。这个捷运专案办公室将会邀请专业人才来主持，在捷运的营运、新建、联合开发，他们都会是有实务推动经验的人才。还是在基隆市政府交通处底下所指导的一个单位。不过这个主持人就如同我讲的，我希望就是要一定在捷运新建、捷运运营、营运、捷运营运还有联合开发这三个领域上面都要有一些实务经验的过去的一些相关的资深公务员或资深经理人，因为如果是公司就是经理人嘛，来担任这个是本府对于捷运专案办公室主持人的一个期待。真的大家都非常关心捷运推动目前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赶快来请教科长。是的，基隆南港间通行轨道建设计划，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基隆捷运，在今年的1月31号已经经过行政院核定，核定之后它就是一个国家确定的重大的建设计划。那这个部分因为也进入后面的执行阶段，后面的执行就是由我们新北市政府捷运局来担任建设的主管机关。那也因为于此，所以我们跟隔壁班的新北市还有台北市这种直辖市，我们基隆市是属于县市的体制，所以一些人力还有编制比较没办法跟那个直辖市来对比，所以我们就委外寻找集战力，有专门有具有捷运建设的顾问公司来跟我们合署办公，所以我们就成立了捷运专案办公室，那也顺利在今年的3月1号挂牌成立了。那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大概可以分成四大类。那第一个任务就是说我们要对接新北市捷运局的相关捷运推动的事情，因为还是有很多是属于我们在基隆市境内，我们基隆市府应办的事项，包含那个都市计划的变更、用地的取得。那同样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也会去参加新北市这个主办单位的一些相关捷运建设的设计，那包含可能施工阶段的相关交围。那后面可能还有一些我们法规上需要配合的制定，譬如说捷运车站在台北市新北市它就是被认定为特种建筑物，因为有一些消防和公安的一些规定，有些建筑技术规则没办法相符合，所以我们也要类似制定相关的一些法令来可以对接到整个捷运的建设。那另外一个部分配合工程的进度，我们也要负责筹编相关的经费来拨付。所以针对这个部分，我们第二个重大的任务就是说要制定相关的财务计划。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在今年编立了1亿，那成立了基隆市轨道建设发展基金。那原则上除了我们市长在去年的8月已经跟那个拜访郑文昌副院长也取得行政院的支持，所以在今年1月31号核定的公文里面，也减轻了我们基隆市将近6亿元左右，从原本预估我们基隆市要负担将近54亿，已经减轻到48亿。当然，48亿对我们基隆市府来讲，还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成立这个基金，就是会，简单的说，会以未来营运的一些收入，可能10年后通车之后的票箱收入，或者一些场地的租金，或者是一些周边土地联合开发所回馈的一些楼地板面积等等的收益，我们以未来的收益作为类似一个抵押。那在整个建设期间，我们这些自偿性的债务的部分，我们会跟银行来进行融资借贷，那以
以未来的利益来偿还现在新建期的成本，那尽量的减轻我们市府公寓上的压力，那也达到整个行政院他所核定的一个目标来前进。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中央办公室也会继续推动二阶。那因为目前所谓的基隆捷运计划一阶只有从南港通车到八堵，那整个计划原本是中央应推动的事项，那因为种种的原因，可能我们基隆市民会认为说，台铁还是有存在的必要。那原本中央的规划是要八堵之后就沿台铁的路网进入，那这部分我们会跟中央去争取相关的经费，由我们来代办，由我们来整合我们基隆市自己在地的声音。那我们会寻求另外一个路线，来想办法进入所谓的基隆市区到港口这边。那当然，我们不排除任何的可能。那当然这边要通到安乐区。对对，市长也有曾经历次的表达过，包含所有的很多的议员，因为安乐区长庚医院那边确实是我们基隆市人口最等于说数一数二密集的地方。那一方面也可以有多一条有酝酿的路线来进行分流，那可以免除我们到时候还要在捷运或铁路这种二选一的困境，那也解决大部分安乐区民众的通行的需求。那我们也保留多元运具的弹性，尤其是在112年11月那时候，国道汐止交流道那边也发生了一个边坡滑落的事件。那由此可知，其实对我们基隆有三分之一通勤通学的需求来讲，我们多元的运具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大概也会，我们会以最专业客观的方式来找出未来二阶最可行的路廊。那我们也会接续把握进度。那不要说好像国家建设投资了那么多的经费通车到八堵，那八堵到基隆市这一段不足的部分，我们设法把它一面的补上。那接下来第四个任务就是说，我们将会推动基隆市境内车站跟周边土地的相关的联合的开发。那这边我们也要把握难得，基隆捷运大概是可能是基隆市近十几年来最重要的交通建设。那我们应该要把握这次很庞大巨额的交通建设的投入。那在这个时间，我们也会来进行一些市区的翻转。那我们这边市府的都发处这边也完成了一个基隆市境内都市设计跟开发策略的报告。那这边也罗列了我们目前基隆市境内五个车站周边的一些都市设计跟土地开发的一些构想。那我们也会把握这个契机来让整个附近的车站有一个良好的产业的发展那我也会最后也会把这些开发的利益回归到我们那个基隆轨道建设基金赠予我们的财源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那以上是所以可以看到对接窗口已经开始在进行了，就是跟新北市。然后另外呢，经费很重要，所以经费就除了中央之外，另外还有这个银行，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发展基金。然后再来就是八堵之后呢，现在目前也都在密寻的规划当中。最后就是还是要投资我们的未来就相信我们基隆会是最好、最友善、很棒的一个捷运，让大家可以顺畅的通行。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四位来宾带大家看见我们软体的优化以及硬体的升级，相信基隆是一个宜居城市。谢谢四位来宾，谢谢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